这个户型的话就是我们七电梯右转的了，这个户型就是独门独户的一个户型的了。哦，那、因为四栋是不是这里四栋的话就是三梯六房，是但是有五房在那边，是这边只有一房的，所以这一户呢非常舒服的了、都是一百112方的、1120尺、三房，是三房入门的话这边就是厨房的了，厨房咁又可唔可以搏咧？呢、這個全面都可以搏，你呢個廚房咧可以做大嘅，呢、這個係一個活動空間，係一個入户花園嘅位置係咁多。又係送㗎？係、送一半。送一半。入户花園送一半嘅。就咁大個。嗱，呢、這個位置俾你睇一睇啦，呢、這個好正嘅。呢、這個咧後期嗰一嚿咧都係全送嘅。見到呢嚿？嗯。可唔可以推出去㗎？呢、這個牆可以全部搏嘅。會唔會？呢、這個牆。會唔會僭建啊？唔會，呢、這個我哋係已經係整好噶啦。你收樓全部過咗驗收之後先收噶嘛。係。後期你裝修嘅話，直接整好就得噶啦。嗱，呢一個位置可以做翻麻雀房啊、茶室啊、書房啊。喂，好正噶啦。呢度有成差唔多去到90尺、100尺都有，十個方咯。大概呢個位置大概嘅話，去到112尺噶。112尺。係啊。六乘六咯，咁咪差唔多啊？唔係六乘六，幾多啊？五乘四乘三咁咯。三乘四。十二尺咯。唔止喎，咁差唔多真係去到200尺嘅喎。百五尺應該都有。因為呢個正方形好大嘅。係啊。OK， 再睇下先，再睇下先。因為清水樓啊，好難望得出。係清水樓入嚟嘅話，呢度嘅話就係一個大嘅客廳嘅啦。呢個客廳呢埲牆可唔可以打嘅？可以。可以打咗佢。可以。咁一係做大個廚房，一係做大個廳，是就一係廚房又係整開放式嘅，就兩邊都大。係啊。O K。哦，咁又係兩邊去望下個，哇，好開陽，望下個露台先。哇！呢邊望出嚟就望翻啱先我哋對面望過嚟嘅花園啦。係。自己嘅空中花園呢度就而且咧，對面啲旗江公園啊、江邊啊，全部可以睇到。嗰邊仲可以睇到摩天輪啊、中山地標。咁就呢度係33樓啦，頂樓34。係。34樓。33樓呢個景觀真係冇腳仔都震埋喎，又係。你去到廿幾層都好舒服噶啦。人哋係冇私隱噶咯喎。咩都望清曬，唉，戴我望眼鏡咯。哦、一人之下，34樓之下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OK， 再睇下先，再睇，哇，太靚！好彩我冇位高嘅。呢邊咧都做咗一個客房噶啦，嗱，又係咁啦。呢、這個房間就大啲啦，啲房都係一樣大嘅。房間都差唔多噶啦，但係呢個客房咧會比啱先我哋睇嗰啲112積嘅咧大啲啊。呢個就飄窗。呢個飄窗係飄窗可以。即係好似啱先咁就打咗佢噶啦。係可以噶啦。哦。呢、這個客人房睇出去嘅話就係、是中山嘅一個主幹道越來南路嘅。越來南路。係啦，係對面嘅話就係依家嘅吉之島。後期嘅話，吉之島就會搬過嚟我哋華發商都。其實呢一邊從以前開始啊，即係呢個位置，從以前嘅舊中山開始係 CBD 中心嚟嘅喎。係啊，因為銀行啊、人民銀行啊、金融體系全部喺曬呢邊。呢度就係中山以前嘅 CBD 嘅啦。目前嚟講，其實都可以講係佢嘅 CBD， 因為咧幾大行呢啲銀行嘅總部全部喺呢一帶嘅。係咯，因為之後嘅話去咗東區嗰邊啊嘛。東區嗰邊咧，目前嘅話就係啲政府工作單位搬咗去嗰邊，呢邊咧都仲係屬於中山嘅一個金融嘅主地嚟嘅。係咯，同埋睇翻好似華發咁啦，佢有自己嘅華發商都啦，咁加埋隔離嘅旗江一號啦，佢都有商業嘅。係啊。咁其實以後呢邊真係方便咗好多。係啦，係啦。但係會唔會更加塞車？因為呢邊呢個嘅話，後期市政嗰邊會對一個交通作為一個調整嘅。呢個咩嚟？呢、這個咧就係一個儲物間，但係咧呢個牆係可以搏嘅，搏嚟做翻一間房。咁其實就好似啱先我哋見到嘅，其實都係有嘅。係每一户都有。呢、這個位置咧屬於陽台位置，可以送一半嘅。後期封個窗做翻間房、所以佢實用力非常之高。啲户型做出嚟咧，佢真係好似一啲豪宅咁。係啊，有啲豪宅。呢邊係主人房。洗手間。
洗手間又嚟就住，隔離就住間房，又一個廳咯喎。係啊，又一個廳㗎啦，又一個廳啦。去到千一尺以上嘅全部都係帶一個住間房係個廳咁嘅形式喎。千一尺以上嘅呢個房咧都非常之大㗎啦，同個廳咁㗎啦。睇出去嘅話都係江邊嘅話，嗰邊就食旗江公園。旗江公園。O、okay、K。中山十景之一啊。同埋呢一邊咧，方便係方便喺咩咧？周邊好似國際酒店啊、海泉花園啊呢啲，全部都有香港 shuttle bus 嘅喎。係啊係啊。咁就相當於我喺香港，如果直接搭車翻中山。係。一站式直達，一站式㗎，太子啊、荃灣啊、尖沙咀啲全部都有，好似榮里、中港通啊、環島巴士啊，即係直接一站式到達嗰條嗰條橋啦。我知道嘅就係嗰條。嗰條橋就係㗎啦，係啊。行路嘅話都係十分鐘。係啊係啊。哦。好方便啊！咁唔單有巴士直達中山，唔單止豪宅靚啦，同埋交通都靚，配套又方便，靚仔啊，交通仲靚仔添，就直達巴士啦，就唔使話。食玩住一體。食玩住一體，真係食玩住一體。咁唔單單適合我哋投資嘅香港朋友喎，我哋自己住都真係適合喎。自己住都好適合啦，住得好舒服㗎。同埋現在屯門即係香港屯門嗰度啦，有條屯門快線通咗啦，屯赤隧道係啊。咁嗰邊屯門過去一個機場都係十分鐘。係啊。過到嚟翻到嚟，從屯門翻到嚟中山，大概去到個半鐘頭。個半鐘有多㗎啦，有找。有找。係。OK， 咁呢個單位幾錢啊？呢個單位都同啱先講嘅差唔多，大概都係200万左右，200-100左右。200-200。呢個會稍微貴少少，因為呢個你睇啦，入獨門獨户，無敵景觀。唔記得咗添，獨門獨户。所以跟住呢度有送間咁嘅，送間大嘅，大概就200-120左右。有惠然之後啦，大概200-100左右。佢實用面積如果攞埋呢個，我相信大到1200-1300尺㗎啦。OK， 200-120，咁就貴少少啊，買再大啲啦。係，可以再睇睇其他嘅。好，嗱 ，OK， 睇下呢一邊嘅話，呢個都係113方嘅一個户型嘅啦。又係一三六。係入嚟嘅話，一個大嘅入户花園，呢個入户花園係送一半嘅。咁呢度幫唔到啦。係，呢度幫唔到。因為下邊係撈空嘅。係。在入户花園入嚟之後咧，就係一個超大嘅橫廳，呢個廳會大啲，四四方方方方正正嘅啦。係，呢個廳會大啲。係啦，呢邊廚房，廚房呢邊咧就係出嚟就餐廳嘅話，餐廳同客廳嘅話就一個做一個分開嘅。我發現到即係呢個户型咧，到個廚房呢一 part 啊，同埋個廳，佢會比較傳統啲，就唔會話好似啱先嗰啲，哇，去到邊度都驚驚喜。係。呢邊嘅户型嘅咧，相對傳統啲。呢度咧可以做出嚟做一個生活陽台嘅。呢度又可以打，得唔得噶？得噶，實得噶。OK， 咁呢度就又多啲空間啦，又都有驚喜嘅喎。係啊，每個户型都有驚喜，驚喜不斷。呢邊就唔係望翻泳池咯喎。呢邊唔係望翻泳池，呢邊直接望出外邊嗰邊，係望到個兒童池。兒童池可以睇到 ，OK 就望到一 part 花園，嘅咩？但係都係望河景。咁呢一邊望河景就有露台啦。係呢邊望河景咧就有露台，哦，因為呢邊係靠入邊嘅，唔係靠外邊露，所以呢邊嘅户型咧係有露台嘅。好靚啊！成個中山嗰邊，成個中山都睇曬啦。你講呢一邊唔係中心都冇人信啦。係啊，睇出去。有學校乜都有 okay, 摩天輪夜景仲靚啊，我晚黑過嚟睇仲靚啊。夜景嘅話，因為嗰邊孫文步行街咧就晚黑超級靚，超靚。陣間我哋都過去睇下先。嗯。咁呢一邊就工位啊。因為工位咁長嘅。嗱，佢可以中間做個洗手盤，呢邊做個沖涼房，嗰邊做個上廁所嘅，啱、okay, 好舒舒服服啊。好少話打橫入嚟兩邊開個衞生間，工位啊。係啊，工位呢邊呢間房咧都係一半係陽台，一半係啱先嗰種咯，就打出去喎。打呢度，打呢度，然後呢度封窗係。可唔可以打出去？可以啊。哦。飄窗可以打噶。正。所以就好舒服噶啦，呢個户型。好正。呢個係客房，客房都常規大細。
主人房都是一個比較大的主人房，但是這間主人房就沒有剛才那間那麼大。咦？為什麼呢？但是這間呢，它是一個全景的270度的一個房窗的來的，哦，看下去是一個運動場，看完整個中山地標看完了，麗和廣場距離我們 1.5 公里，金英廣場，大神新都會和我們這裡形成一個四部連位，包括了整個中山的一個高端商業的啦。這邊就望翻東區。是啊。OK。咁但係我有個問題啦。嗯。點解呢邊113同啱先嗰個112爭咁遠嘅一個值？佢嘅一個贈送面積唔同啊嘛。位置唔同啊，贈送。係啊，佢一個有啲邊個位贈送位置唔同，所以呢個會員嘅價錢咧都會比啱先嗰個稍微平啲㗎。去到幾多？大概都是200左右，比佢嗰個會增成十零，係十萬左右嘅。咁呢一分錢一分貨啊嘛，因為前面睇嘅户型咧太多太吸引嘅。係啊，呢一隻睇過去都係驚喜係嘛？係，呢一隻覺得就真係好傳統啦，變咗呢個就傳統户型啦。如果擺喺其他嘅樓盤入邊咧，呢隻户型就真係都好驚喜，都好正啦。咁再睇下呢邊先。OK， 啱先我哋睇咗有大有細啦，但係好像100方左右，中間户型咧就比較少啦。我哋睇呢一間咧就係94个方嘅，即係940尺啊。即係差唔多呢度咧，我哋可以打開做一個入去一個通道入去。入邊會唔會好大啊？有幾大架啊？都有成70-80尺噶。你睇嗰個位置，佢一個寬度幅度。轉角位，我哋依家就入唔去睇。咁唔理佢有幾大啦，佢都係送嘅。係入嚟嘅話，呢個位置嘅話就係一個客廳噶啦，客廳同埋廚房位置。哦，客廳就冇嗰啲咁大啦。係呢個客廳咧，因為佢呢邊係靠路邊嘅，所以咧佢呢度嘅話就冇嗰個露台。露台噶啦，都係睇曬成個東區啊，呢一個片區嘅石岐片區嘅。咁就望東。係呢啲景觀都非常之舒服噶啦。看看這邊先，其實它的廳和那個即客飯廳加上那個廚房都不算大，是因為這個職才是940尺的嘛，可能是看了大的多了，看過幾隻職我的感想就是一進來一定哇超舒服是吧OK， 這間就是房，這間房就差不多了主人房這個客房呢，兩間客房都差不多的，差不多大小，都比其他那些小一點，這個呢就小一點，但是都夠用的，隔離這個客房呢就會好很多，這個客房會即是正方形，方正一點，方正一點的話就擺布就不會說即是過度會窄咯，會闊一點咯，那你如果擺張雙人大床，那邊擺衣櫃其實夠用，都夠位的了，夠用，900多尺是這樣唔通個個都好似嗰啲咁咩？我哋900多尺咧都可以做翻雙位嘅，九百幾尺主人套餐，兩個係兩個衞生間，主人房。係啦。哦，嗱呢邊就係啱先嗰個露台，所以送個都有780尺噶啦。咁其實唔算細。唔算細噶。但係對面係咩咧？對面就係啱先我哋睇嗰個113噶嘛。點解有個欄山喺度？佢擺空調機啊。哦。咁會唔會對住吹好熱？呢、這個影響唔大，因為佢呢度咧有佢有一個通風口啊嘛，佢對外面出去嘅話就係空噶啦。O K。睇出外面景噶啦。咁同埋要常年都落窗簾。係啊，呢邊咯，主要你睇呢邊啊嘛。哇、哦！唔記得咗添，我以為係嗰邊，只有嗰邊有窗，呢邊都有窗。呢邊先係你主要用嘅一個窗嚟嘅。我睇呢一個樓盤咧，我成日都唔記得一樣嘢就係個主人房全部都係有兩邊窗。大部分會有兩個窗。OK， 咁就呢個單位都係朝東嘅。係。咁其實朝東噶啦。呢一隻嘅話，1000尺都未夠啦，賣到幾錢啊？900多尺。呢個啊，呢個嘅話大概都係160左右啊，170咁。600-700，我計個800-700啦。160啊，170就係17000多啦。係啊，差唔多。因為細單位一般嚟講，好似我哋咁講啦，越細嘅就單價越高。係啊。咁都可以接受，如果按揭嘅話就500000左右。係。唔止喎。按揭啊，按揭嘅話70萬左右。50-60萬啦，50多萬啦。
呢個嘅話都係一個兩房76方嘅。哦，呢個係76方。係，同我哋啱先睇個80方嘅咧，格局就差唔多噶啦。我哋第一個户型睇嘅就係嗰個80方啦。但係嗰個80方嘅，俾我嘅印象深刻係咩咧？廚房。呢個廚房個一長條嘅啫嘛。係啦，呢個就其實都唔算細，因為我嗱，你哋有唔知各位觀眾朋友有冇留意啊？好多時候一啲樓盤嘅細單位，佢嘅廚房特別大。嗯，因為佢做咗兩間房之後咧，其他啲空間利用完之後咧，佢個廚房都仲有夠位置嘅。嗱，你就好似呢個70幾嘅，會比啱先個90幾啊，廚房會大。嗯，因為佢有啲位置係利用起身咧，細面積佢用嘅功能空間冇咁多，所以佢用嘅都係實實際際嘅地方。走廊都少啲咯。係係啊，就好似呢邊咁個廳，其實同啱先90幾一樣。係差唔多。係啊，按照我嘅感覺嚟係一樣。房間咧呢啲就會少啲啊，房間都唔細。房間少，這個、但係唔細。係，絕對大過啱先嗰間第一間主人房㗎啦。你同啱先嗰一間咧，佢總嘅積增10多方嘅，所以咧你呢度做兩房，佢啲空間喺睇起身就闊落好多，啱啱好啊。佢因為佢做一個緊湊嘅三房咧，睇起身咧，你會相對嚟會講窄少少，但係咧佢。功能上咧好齊全啊！誒呢間房冇啱先嗰間大嗱，呢邊做咗衛生間啊嘛，但係佢都係一個衛生間啫，係一個衛生間，所以咧佢突出嚟一個位置咧，呢間房就冇嗰邊嗰間大。咁呢間當係客房算啊？係啊，呢間就係客房，仲大啲。係啊，哇！個衛生間都唔細喎。因為衛生間如果係鏡頭入嚟嘅話，你以為到呢度咧，其實去到呢個位置，呢個衛生間夠曬大。係啊，呢個衛生間嘅話都好大嘅。我誒呢度做洗手盆啦，誒呢度做洗手盆，呢度馬桶，呢度做淋浴啊。OK， 嗯，呢啲功能嘅話，各方面都好齊全㗎啦。幾錢咧？呢個單位啊？呢個啊，呢個都係大概123左右啦。123。係啊。123咁就都係16000。係啊，16000。咁全部單。我哋一個均價都係16000左右。唔會變化好大。係，變化唔會好大。咁同埋我留意到咧，係咪每一個單位都有送電子門鎖嘅？先睇呢邊呢間啦。OK。幾大啊？呢間啊？呢間係99個積嘅。99。係。99咁單調嘅。99方，誒，唔到1000尺，入嚟呢個廚房都比較大噶啦。OK，而且呢個廚房咧有個大嘅對外嘅明窗，佢一個油煙啊散出去嘅話都會舒服好多，唔會咁焗啊。係，油煙就通咗去啦，呢邊就開個窗就通下風。係啦，係啦。誒，盞鬼喎呢度。呢個廳，呢個廳呢邊咧你可以幫咗做一個大嘅橫廳。幫唔幫到啊？可以幫啊。咁呢邊？博唔博到噶？哦，呢邊唔使博啦，呢邊冇得深入去。呢邊可以博嘅話，咁就舒服啲。舒服好多噶。係，跟住嗰邊又要封窗咯喎。呢邊嘅景觀睇出去咧，同啱先呢兩個户型嘅大概都一致嘅。隔離運動場還有兩個大泳池啊。啊，呢邊呢個公共衛生間啦，呢個橫打橫嘅衛生間，啱先我哋睇咗其中一個啦。係咯。呢兩間客房都唔細嘅，呢間客房就比較舒正，四四方方，舒舒正正啊！兩間都一樣，兩間嘅客房咧都一樣嘅，都係三房單位啊！係三房單位，哦，一模一樣。係啊，鏡面，唔使睇主人房啦，睇啲唔同嘅。係主人房咧，同埋嗰個94方嘅會大少少，但係佢就冇兩邊，係兩邊就唔通，唔係兩邊通，係誒咁奇怪嘅，盞鬼喎！94方細啲就兩邊通，係99方大啲就冇兩邊通，係啦。OK， 咁係咪還有一隻積啊？還有一隻積咧，係1120尺嘅，就係啱先我哋隔離睇嗰個啦。OK， 1120尺。即係112方啦。又會唔會有好多特別嘅嘢咧？會有，我哋先睇下先啦。OK。嗱，就係呢個積嘅啦，112方。入嚟嘅話就係
呢邊係一個入户花園嚟嘅。哇！喂，耶！送一半噶啦。轉嚟轉去嘅。係啊，呢埲牆咧，你可以到時稍微自己改下啊。改下。嗯。唔係承重牆嘅話都可以喐嘅。O、okay, K， 轉嚟轉去嘅。啊。先入門口轉過。呢個一個私人空間啦。轉過360度喎、啊。呢、這個咧係朝南向嘅。南向。呢、這個户型咧就有一個露台噶啦。嗯。咁就好稀缺喎、啊，朝南向。唯一一個朝南向有露台嘅户型噶啦，望人哋泳池添喎。系啊，望人哋泳池啊，自己泳池都可以睇到啊。自己泳池都望到、嗯。哦，快啲起好佢啦，咁就乾淨好多噶啦。乾淨好多噶啦。啊，呢邊就係廚房啦，廚房啊，又可以煲噶。可以煲，嗯，因為對我。對我嚟講咧，廚房如果陷入去嘅話，你唔剝咗佢好難受嘅，係嘛？就好似呢度煮完飯咁、嗯，我要剛送出嚟，我又係咁剛嘅喎，咁拎出嚟係嘛？咁拎嘅喎，係啊。跟住飯台喺呢個節目可能咧、嗯，你一定係再做喺呢度㗎啦。呢度到時全部呢邊全部打甩佢，係啊，得㗎啦，打開佢。咁我寧願就真係 open kitchen，、嗯、廚房就舒服好多啦。啊！呢間房又打嘅，又係需要打嘅啊！但係呢間冇幾大嘅喎，呢間都差唔多，都夠用嘅啦。嗯，用係夠用嘅，同平時我哋見到嗰啲傳統嘅房係一樣。係傳統嘅房一樣，都係南向嘅。呢間咧，佢啲户型全房間全部朝南向嘅，全部朝南，好朝陽啊！南北通透，南北通透就係講嘅呢個。但啱先嗰間房同呢間咪一樣大咯？係差唔多，嗯，又打咗個人。系啦，誒幾盞鬼喎！你哋個飄窗兩個攞條攞埲牆攔住佢，因為我唔攔住佢，呢度高咗2.2米噶嘛，要計半面積噶嘛，哦、所以我咪砌多兩輪磚啦。OK， 對業主嚟講嘅話，有多啲實用面積咯，係嘛？辛苦曬，為業主嘅權益啊！係啊，係啊，嗯。咁呢度就還有隻小蜜蜂添。係啊。就衛生間主人房喎，呢個主人房，主人房都好開揚。嗱，依家係白天啊，就算我哋唔開燈嘅情況下咧，佢一個採光都非常之好嘅。呢、這個112平，就未去到1200尺啦，未去到1000尺，嗯，三大概都200左右啦，200左右，係，因為個户型冇咩特別大，最特別嘅係朝南，係，唯一一個朝南有露台，有露台嘅，咁我估計都好搶手喎，到時，係啊。哦 ，OK。佢其實好似呢個主案呢個位置咧，佢都好開揚嘅。你睇出去，嗱，南區、東區、石岐都可以睇曬噶啦。嗯。咁我哋都睇咗成10個單位咁多啦。係。咁到時嘅話，華人會唔會有其他單位推出咧？以後？其他單位就冇噶啦，我哋全部嘅户型都喺呢度，因為佢每一個户型咧大致嘅格局都差唔多，積、數都差唔多，佢就係有啲朝向啊，好似呢啲有露台冇露台呢啲區別， okay. 所以區別唔大。好，只要睇完呢10個户型之後咧，我哋對我哋華發廣場呢個位置咧啲户型格局啊，全部已經了解曬噶啦。OK。真係睇到我都亂曬。係，OK。咁今晚你要翻去做下功課啦。我真係要做下功課研究研究啊！我睇咗呢個呢度。咁我哋再探討下到時即係如果有香港朋友想買嘅話咧，佢嘅流程係點啊 ？OK 啊，我哋再傾一傾。好，好。這個我哋翻到手羅布，我同你講一講呢個流程啦。好 ，OK。
Thank you.
睇咗咁多個靚仔，各位觀眾朋友係咪有啲眼花撩亂呢？唔緊要，我再同你哋講一講，如果住喺呢一邊嘅話，有咩好處啊？好似華發廣場一個咁靚嘅樓盤啦，佢自己配到夠足嘅情況之下咧，好似咁啊，8:30咧朝早啊，晨練之後落樓同屋企人探查啊，10:00就行街市、行超市買嘢，一日嘅煮飯啊呢啲完全備好曬噶啦。咁12:00咧正午嘅時間咧就落去食啊飯啊，或者1:00咧就去coffee shop 啊，就探杯咖啡啊，就睇下書啦。咁3:30咧就佢就講話想翻嚟啦，但係玩咗半日嘅時間咧，我就建議咧翻屋企瞓翻個午覺。咁晚黑咧7:00咧繼續去 gym room 咧享受翻一個健康嘅生活，跟住咧就可以去翻我哋華發商都嘅電影院去探一場電影，睇一場電影噶啦。咁晚上當然係同屋企人一齊共聚天倫之樂啦，係咪 ？OK， 咁今期嘅節目咧，我哋就見到啦，華發廣場呢個樓盤真係非常之靚。如果對呢一個樓盤有興趣嘅客户朋友咧，可以撥打我哋下方嘅電話，同你詳細咁再介紹一下呢一個樓盤，你中意咩單位，其實佢都有嘅。咁都可以 follow 翻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，我哋都會實時更新翻一啲大灣區嘅真係好正嘅樓盤資訊，你哋了，同你哋打開翻大灣區樓盤同埋飲飲食食之窗。節目我哋再見咯，拜拜。